如今 COVID-19 还没有结束，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了。Tilda 8月11日，英国新生代歌手 Sam Fender 就在纽卡索 的 Virgin Money Unity Arena 户外场地举办了一场演唱会。这是英国第一场社交距离演唱会，2500人做好防护措施，聚集在一起听歌跳舞。实心向下三角前来参加演唱会的观众都戴着口罩，并严守社交距离，大家可以喝着啤酒享受演唱会的气氛。实心向下三角演唱会现场搭起了一个个小平台，让观众们能够保持2公尺的距离。实心向下三角这些小平台由栏杆围起来，就像铁笼子一样，看起来非常奇特。观众能在里面尽情唱跳，实心向下三角观众们在一个个小平台里，不会像一般演唱会那样出现人挤人的情况。实心向下三角主办方搭建了500个小平台，每一个平台最多容纳5人。实心向下三角主办方鼓励观众们开车或骑脚踏车、骑机车来现场，不要搭乘巴士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，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实心向下三角演唱会上的饮食可以提前预定，想去洗手间的话要透过单行走道前往，排队时也要保持社交距离。实心向下三角感受一下这场社交距离演唱会。 Social distance feeding 井号 Sam Fender 小老鼠dick.twitter.com/nen。 这样的演唱会非常特别，因为没有人挤人的情况，大家反而能够更专心地享受演唱会的气氛。社交距离演唱会很值得体验啊 Tilda。